谁用暴力把他用断？我不知道，没人用他。那他其实那一段跑到哪里去？我不知道，没有人用他。会不会超危险？他走手就砍到了。那个刀子我们都没有用，这刀子只有你会用啊！三个人，你确定？我们都没有用啊！这刀子我们都没有用啊！前面那一段跑到哪里去了？不知道啊，吓死人了！为什么会消失？我哪在？你接不接得进来？卡到这里面吗？我有个粉丝，没有吧？是吗？还有送空压克。有啊，还有那个保护贴也有哎。还有保护贴啊？它原本就有保护贴了呢。所以它什么都有啊？不是，我说它原本就有保护贴了。原本它搞不好已经是贴好了。什么鬼？它原本就有保护贴了。这东西啊，就是有保护贴啊。我说原本就有保护贴啊，还要再附一个保护贴？你确定？有啊，我猜啦。你猜什么猜？我猜有保护贴。你是猜还是猜 ？Redmi by Xiaomi。哇，四G。Xiaomi。对啊，你看有保护贴。你是贴好的。哎，小米就有附啊。就是我说你是贴好而已。对啊，说它有附。有附吗？就是在上面呢、啊。他干嘛要送你的？不是啊，这个是某某送的、啊，那壳也是某某送的、啊， oh. 不是他的。哦、oh. ，OK 啦，啊，没有东西。哎、欸，他原来没有壳吗？没有，哎、欸，有吗？有啊，他也有壳啊。那什么？他又送你？他原来就有啊，我看看，他原来的壳也是保护壳啊，可是不是空压壳啊，空压壳比较胖， oh. 可是原来那个壳比较美啊。空压壳有那个墙壁呀、啊，哇，哇，蓝光 ，music， 英文，在干嘛？一直要搞它 ？Keyboard， 这个钱老板干嘛？一直要搞充电器？不知道。这么亮，我眼睛快瞎掉。你要用我的啦。你的。哦、oh!。太快速了，是不是？哇哦。size 差不多。我都还没用过小红米。所以呢。那个电池充起来的红米，给你用也是很危险啊。那还不给我用？啊、哦，它的触控是凸起来的，摸起来很赞。触控凸起来。那触控，那个指纹辨识这个样子，有就是真的有感。是啊，有弧度的。对啊，妈妈是平的吧？对啊。但大部分都是平面。哦，要啊要啊，你都一半了。要找鸡鸡哦，要找鸡鸡登录呢。他在洗澡啊。哦，笑，他们谁又笑？搞笑。